由傅老师我们进行测字的占卜，我们一起来占未来一个月我的人生含金量有多高。真是神，含金量就是你生活的品质，生活的价值，这一定要讲究的嘛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字面就是要超级讲究，讲究你含金量多少。有这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，那么请现场贵宾呢，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来选，选一个字来看一下你未来一个月你的人生含金量有多高了。直觉了，好，来与你。选好了，那观众朋友，你是不是选好了？我们先来开讲了，我们从后往前开讲，先看一下旧，就是佩仪选的哈。还有观众朋友也是选这个旧的话，答案是业绩突破，名冠九鼎，含金量很高的，工作顺利啊，工作很成功，所以含金量有90，好高。好，下面讲，讲是我胜书老师选的哈。还有观众朋友也是选讲的话，答案是人际沟通，妙语如珠，这会讲话，人际好，贵人多，所以含金量也很高。含金量有70，好，下面级啊，这个升级那个古灵选的，好，有没有升级呢？观众朋友，你也是这个字的话，答案是缘分已到，及时掌握，及时把握。好，这边缘分的缘的开始，这及时的及，所以呢，含金量有80。好，下面是静纯、雨妮，还有阿曼达老师，还有观众朋友，你也是选这个超的话，这个走路又超过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走路超过，对啊，答案是招财进路越来越发，这个走是月嘛，这个招财的招啊，对，所以这是含金量最高，钱财多100分。